厉害人在追他的画面。天蝎女人地位放的好低啊，有点低。这个行李的送医了，这个一点点了。那、啊、我们在追逐的当中啊，哈，他这个嫌犯因为是住在五甲地区，相当熟悉这里的路况，他、啊、所以大街小巷他都转来转去。那我们同仁也紧追不舍，会同线上的这个巡逻警网啊，啊，一直紧追不舍。那、啊、蔡姓嫌犯呢、啊，哦、啊，那刚好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不慎啊，滑倒啊，去追撞到一名这个女子啊。啊，我们同仁也很顺利啊，围捕到案。